Happy birthday to you. Wow! Happy birthday! Maybe make a wish! And 这个时候 Erica 往医院那边去了，因为今天是 Albert 的过生日。Baby say happy birthday to me. Happy birthday to me. 在美国小孩要是过生日的话，我们就给他们买礼物或者是小卡片。自己的小孩，你当然就是买什么都行。因为Albert今天不一岁嘛。 所以我就给他买一个这个小遥控器，然后两个小气球就可以了。Baby 往这边来，来来来，你看现在走的挺好的。第一天呢，每个舞就是走来走去。现在想办法怎么拿这个东西。咦，爬进去了。 Ooh, be careful! I see you. 爸爸呢, baby 啊? 你去拿肉了? 肥牛。 那你今天吃点肥牛。 肥肥的肥牛。 看看有多肥。 给宝宝也吃点肥牛。 肥。 你看这肥牛多好。 It's pretty good, yeah. So, baby? 今天老公说也给baby 做点鸡肝, yeah, 鸡胗。 训鸡肝鸡胗，对呀，说 baby， 开玩笑啊，这 baby 吃不了，是不是 baby？我们吃吧，老公知道我可爱吃鸡肝了，就馋这个味儿，是不是 baby 今天一岁啦 ？baby， 这个是哪个？这个是鸡肝啊？哦对，打开看一下，looks good， 来。 你们也看一下，要哦，baby不高兴，要尝一口，让我尝。Baby's crying。What happened, baby? It's so gory。好吃，就是这个味儿。看看我们今天要涮什么啊？Oh my god！Let's see。 白菜，我们说点白菜。大白菜，他好像饿了。No。你们要吃皮蛋吗？我要吃。说点皮蛋。你要吃，你吃。啊？是不是？Baby, the star of the video. Yeah. 大宝说：“你等周末他有时间。” 出去给他买个礼物，但这几天不上学了吗？那你要给他买什么呀 ，Aaron？看看来买呀，买一箱玩具，就爱找哥哥玩。And she sit right in front of you. She's like, "Oh, sure." <音><音>大白菜。 看看好人，认识你之后，我们都离不开豆腐了。认识你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是豆腐。没办法，中国人吃豆腐嘛，就像老美吃cheese。哎呀，我现在也离不开 cheese。 Before I come to America, I never eat cheese before. Right now, you eat cheese. Those laughing cow cheese? 对啊，你现在就像吃豆腐。I think before you know me, you never eat 豆腐。我这是对。Baby said, you know, baby said, 妈妈没吃过豆腐。大宝现在帮忙和点酱。芝麻酱啊，这个叫韭菜花，对。 这个火锅料必备。来，按的老干妈。这就开始要吃啊！呀，哎，这肥牛好。
然后 baby 看爸爸那儿肉肉就着急了，是不是啊 baby？ 赶紧给他下点肉，爸爸下点肉啊。baby 着急了，嗯，喂，先喂你一口了啊，啊。我爸整的不错，不错，像中国那个味儿还是？没有，my dad的味儿。你爸卤东西的味儿，让 baby 自己吃也挺好啊。Seriously， 哎，我的妈！我一开始卤你，你就不让。哎，给 baby 上个个儿吧。哇 ，baby！ 给 baby 上个个儿。Ready？Happy birthday。OK。你要一起唱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Audrey.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了，没有完了 ，baby， 给他吹面， Ready? 吹面，吹，哒啦，让 baby 开始吃蛋糕了。今天他第一次吃蛋糕了，让他自己尝尝。嗯，咦，你看，那是不是爱吃啊？好不好吃 ，baby？别吃啊！嗯嗯嗯，谢谢。Oh my God, what is that? This thing is so delicious. 是不是？是不是？其实啊，美国人的习惯，如果他要是吃蛋糕，第一次吃蛋糕，这一整个的都要给他，然后他自己就抓呀，然后不管他吃还是不吃。And just let him get all messy, you know, like that's part of the tradition, but it's okay. Yeah. 我们还是喂它吧。香香的，是不是香香的？嗯，嗯，香不香？哟，哎呀 ，Yeah, she's like, oh my god, where'd it go? There's no more, and then she just bite the table.当然给他的就是了。哈哈。也给我买了一个榴莲味的蛋糕啊。哎，你要不要尝尝这个？有榴莲味吗？有榴莲味，老甜嘞。臭红的。甜。嗯。榴莲就在这儿。Baby, baby, 妈妈给你尝尝榴莲的味儿。这是榴莲，你尝尝。榴莲，给，别吃衣服了。嗯，啊，榴莲。榴莲好不好吃？嗯。嗯。I don't know, 这榴莲，你看，它是 like 还没放嘴里。大宝现在吃这个是绿茶味的抹茶。抹茶是抹茶呀。Oh, yeah. Matcha. It's green tea matcha. 绿茶是 green tea, 抹茶是 matcha. Green tea matcha. 反正都是茶。Baby 现在 a little bit crazy, 就在这走来走去。那今天 baby 的生日都已经过完了，已经一岁了。是不是？嗯。这宝宝生日过完了。Happy birthday, Audrey! Happy birthday!